有请王木楠、吉杨柳、李泽龙、苏北北带来他们的串烧合作舞台。我们四个人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四种风格。我知道他们有帮帮唱的师兄们，我其实非常羡慕的，他们肯定很热闹。跟他们合作的话，还有很多我不擅长的东西我都要去做，也不能给大家拖后腿，非常的困扰，压力也很大。你们可以去帮他一起去把这个舞台的气氛给烘托起来。走到这儿的时候就当时进去是一头雾水做这个，但是一出来觉得好像前途光明了巨多，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认真地帮助我们。我们四个人虽然没有帮上嘉宾的助力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优势，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更多样的我们。今天上台的那个瞬间，突然间就有了那种觉得我们是一个整体。哇，确实从来没看到过这样一个组合。现在请为王木楠、吉杨柳、李泽龙、苏北北点赞。